只要你们不举报我，什么都好说啊，什么都好说。OK， 有点黄色嘛，有点暴力嘛，血腥压抑啊。盖子，盖子，你为什么这么脑残？你为什么把你们家的扫把挂在你的头上，盖子？啊，谢谢霍雪。OK， 开套，终于可以凑一把了。海域呢？海域晚上玩，海域玩一点。我今天我想那个，要把海域搞通关啊。想今晚把海域搞通关，今晚加班呢。我操，老子怎么飞过了？我操，这什么脑残点？要碰一下树吗？啊，碰一下树才能过吗？哎，漂亮，停住，超牛逼的技术，谢星光。脑残点，漂亮酷，来小鬼摊，谢谢梦寐阳光。哎，这个滑杆点我有点看不懂啊！我操，这滑杆点这么远怎么玩？啊，这滑杆点这么远怎么玩？不是木林，你怎么滑上去的？冲过去的吗？就随便冲的？需要急速的效果，然后冲过去。我操！这个脑残点完蛋了，谢帅，要死了！看来想拿第一很难啊！我看前面有几个人啊？前面啊，小呆、木里、楚萌萌、估计，我估计都过了，我的估计都过了啊！估计啊，这么牛逼啊！估计别害人啊，别害人，别害人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别急。漂亮，吃到点过第三，马上追到第一。估计这种菜逼居然能过这个点，估计菜逼啊，你这种技术居然能过点。哎，我操，谢谢或许送的两组六的荧光棒，谢谢或许。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 GTA 的高手，像你那种菜逼玩不过我的好吗？啊，来第四，尼玛第四，冲第一，这边飞上去，漂亮过。哎，我操，这有个坑，这他妈是我见过最脑残的点。漂亮过，搞定第三。什么叫操作？什么叫技术？学会了没？啊，车神，神一般的技术！我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神出了问题，神出了问题！谢谢点点点送的魔，让神教你们玩摩托车，怎么玩的？会不会玩？来重申，谢谢我们的浅若梨花开送的魔，估计无限死，因为他菜啊。他跟神肯定是不能比的，因为他是人，我是神。谢谢崔三岁送的89个宝剑，所以他菜啊，所以过不去啊，啊，所以没有实力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吹牛逼，用双脚跟你们玩，哎，我操！我用双脚玩，估计都玩不过我。谢谢米阿张送的宝剑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老是歪啊？啊，怎么老是歪？什么鬼？也估计过来了，怎么科学啊？不科学，大兄弟，第三过，搞定。啊，我现在还没换手柄哦，我手柄坏掉了，有点滑。那边点，那边。手柄的问题，手柄的问题，手柄有问题。好，这边我想想啊。
骑这个木箱。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漂亮，弹飞，哇，真正的车神。然后这个点是几个意思啊？我去啊，不会吧，这好复杂啊，木里都上去了啊。第二，哎，这几个意思呢？哦，钻这个洞，我操，我操，钻这个洞。漂亮，稳住，不能急，一定要稳，一定要稳，这边一定要稳，这边障碍物太多了。哎，什么鬼啊，这个老鹰，什么鬼，这个老鹰啊，快走啊，别堵着我，别堵着我好不好，老鹰，别堵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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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让个路，来让个路。哎，漂亮，哎，第二拿到，漂亮，第二拿到，还想抢老第二啊，谢谢点点送的萌。什么叫高手，这就是高手。木里让个路，木里让个路，别别挤我，别挤我，大哥，离哥，别挤我，别挤我，千万别挤人，千万别挤人，让我们先过去。哎，这个了，鹰头不要急，鹰头不要急啊，鹰头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别按喇叭，按喇叭我们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漂亮，过图，简单，轻松加愉快。好，这个小踏板慢一点。非常感谢我们的辣条终结者送的3566荧光棒，谢辣条终结者。木里菜逼嘛，这都会掉下去啊，啊，这就是你的实力咯，木里哦，不行嘛，来，大哥给你们演戏，大哥给你演戏一番，来，看到没，第一过，就是那么屌，取得第一还不容易吗？来，这边飞到楼顶，连飞，我操，连飞角度有点歪，角度千万不能歪。来，开始连操，漂亮，过点，小台过，谢谢或许送的2左66荧光棒，超牛逼车神。哎，你妈，车神怎么可能卡这个点呢，啊，垃圾，神一样的人物。哎，这边好像要加个速，操个墙，加速操墙才可以。谢或许送6左荧光帽，操墙，漂亮，搞定车神。哎，不行了，看来我要不动用绝招啊，今天是不行了啊，今天是拿不到第一是吧，啊，来，老司机歌曲，来，这个只有真正的老司机才会听的歌啊，赞歌，来，当，职业老司机听歌就听那种歌，对，哪一个出租司机不听，高雪第一，连飞，你是我的情人，过，就是屌，第一，让你那红的嘴唇，销魂，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百合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淡淡的体温，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，多情的伤痕，啦啦啦啦啦啦，
老司机，别撞我，不准撞我，不准撞人。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，每一个动情的眼神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。老司机一次过，车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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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操！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你那划过的嘴唇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看好了啊，高手。来来来，哎呦我操！我操，这不好偷鸡啊，这个点不会吧，我还正常过吧，还是不偷鸡比较好，偷鸡不好过。来开真正战歌了，开战歌了，开战歌了。来，真正的车神现在开始。OK， 一定要稳，千万不能着急。过图稳准狠，并不一定要快，快并没有用，一定要稳。好，这里慢慢滑，千万不能急，稳如一条狗。姐姐，你爸爸宋大明。OK， 保持好这个节奏，节奏保持好，漂亮，漂亮，潇洒，还有这个点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高手。OK， 稳准狠，好，这边稍微慢一点。我操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是你爸爸宋大平，千万别急，千万别急，谢尘埃送两组六的大宝剑，我操，我第三了都，这不是我的技术呀，这个，来重振，哎，不对，重振。谢尘埃送六组六的大宝剑，最后给我三次机会，过不了多屌，看好，一次，不需要退后，速度不用太快，谢，来来来，第二次，我操，差一点，最后一次必过。车神出世过，耶，
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车是，接尘埃送大饼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给我一分钟，给我一分钟，给我一分钟，绝壁能过，给我一分钟，绝壁能过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如果16分钟没有过去的话，我会去超市买一条鱼，直播日鱼给你们看。给我次机会好吗？过。哎，怎么反了？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怎么办啊？啊，我有办法了，别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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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神就是神，过，搞定啊 ，yes， 给力！来，最后几个点啊，看一下，最后七个点拿第一。追到，看好了，飞天漂亮，必走，我操，这个点好难。这个点是极限考验操作，考验你的极限操作，极限操作感要体现出来。哎，谢谢齐大大送的3组6的宝剑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再搞一把，漂亮，停住。谢谢齐大大送的12组6宝剑，来，再来一次。OK， 极限的感觉，超强的技术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尼玛！再来一次，简单，垃圾图，简单，借龙鳞。是不是过来一个人啊？不会吧！非常感谢我们的风露夜时空送的6宝剑，漂亮，过。我操！不是这个图怎么它洞怎么就这么小呢？怎么这么难钻这个洞？哎，我今天就不信了啊！来，开始，操起来！等一下，战歌加烟，法力无边。等我吸个毒，等一下，马上。
功力提升1%，开始。我操，盖爷第一啊，盖爷这么牛逼啊。不愧是爷字辈人物啊。耶、yeah?我操，我车怎么转了一个圈呢？刚刚钻进去啊，大哥。啊，盖爷就是屌，盖爷牛逼，盖爷牛逼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速度不能太快。开始，大飞，漂亮。等一下，我操，这他妈也可以过呀、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玉神送的10个大瓶，谢谢玉神。别搞我，别搞我，别搞我，千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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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搞我。我刚有点感觉啊，刚有点感觉。哎哎哎哎，别滑下去，别滑下去，别滑，大哥，大哥，别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啊！不是这么过的，好不好？看好了，给车神最后一次机会，车神也是需要机会的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车神。别急，搞定，原来如此。哇，呼！你妈！我说这些菜逼，你妈的，我他妈第5了都！我说这些菜逼怎么过的呢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来，一帮菜逼居然跑在我的前面，有意思。啊！有意思。谢谢我们的龙。哎呀！我操我的头！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技术，有趣。看好了，什么叫屌？第3。什么实力啊，什么实力啊，就敢撞我。
过。哎，不行，你们不行，真的，你们这个实力啊，真的，用小鸡鸡都吊打你们啊！啊，看好了，哎，我操，第二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，要飞到这个楼顶啊！我操，要飞到这个楼顶！极速！哇呀，我操！再来一次，超极速车神！哎呀，我操！屋顶嘛，不就简单？啊，这些个树啊，能不能不要挡着我？这些个树、啊。让人有一种想死的冲动。来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往左边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把不会失误了。既然拿不了第一，我们就拿第二。OK， 都来了，都来争第二，都来争第二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！我操！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点，再高一点点！很给力！哎呀，我去，这很容易歪，很容易歪，稍微摇杆控错了就歪了。我操！认真了，真正的车神，哎！哎！哇！我操！让我换一下战歌。车神音乐，高起。Money's the motivation, money's the conversation. You on vacation, we getting paid, so we on vacation. I did it for the fam. 认真。一次过。车神音乐就他妈是不一样啊！一群垃圾渣渣，搞定完赛了哟！想不想干我？垃圾嘛，估计啊，垃圾嘛，啊，玩得过吗？过，完赛，渣渣，谢谢柠檬送的萌，看一下我们的估计哈，谢谢我们的活在当下送的荧光棒，我菜票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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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这飞的。哎呀呀呀，帅到地底了吗？谢谢小 F 送的六大宝剑。哎呀，这技术！哎呀，这个技术！哎呀，怎么翻的呢？啊！谢谢阳光，谢谢莫言，谢谢日之光。我简直菜的要死啊！菜的呀，真的菜。Judge me now.
我去，你是真的菜啊！啊，估计。啊，完全吊打，谢谢陆送的萌。